有头轮拆弯美食村黑粉，这就是臭名远扬的美食村嘛，我叫我叫我叫大家。住手，你为什么炸我们美食村？哼，你们美食村都是一群不学无术的人，我今天就把你们家炸了。你都没有了解我们，怎么就知道我们不学无术呢？看面相啊，一个个长得牙尖嘴利的。诽谤，我要告你诽谤啊！我们美食村可个个都是人才，不仅讲话又好听，建房技术都是大师级别的。是吗？我咋就那么不信呢？你要是不信，我可以带你参观一下。你看，映入眼帘的第一座彩虹房，就是我们美食村村长小王子的房子。他可是我们美食村的建筑大神。咦，这彩虹房哪里好看了？花里胡哨的，最难看，辣眼睛，看我的火箭弹！既然你不喜欢颜色多的房子，那来看看我的单色树屋。这可是小王子帮我建的，100%还原原神的房子哦。咦，用木头建的房子，不仅土气，而且还不牢靠，这房子根本不合格啊！可恶，那你再来看看汉堡的大城堡，我就不信这都拿不下你。这城堡也太好看了吧，但是一个人居然住这么大的房子，这不是铺张浪费吗？不合格。你好，看来我得使出杀手锏了。当当当当，这是小王子为粉丝做的粉丝别墅，一共有两栋，蓝色的是男生的，粉色的是女生的，怎么样，这回看你怎么挑毛病。哇塞，这么大，而且还是粉丝住的，那我不是也能住？我宣布我以后就是美食村的真爱粉了。不然，这就是美食村吗？看我的无敌火箭弹！哎哎，怎么又来？要不是我把地图备份了，美食村早就不会存在了。你们美食村坏事做尽，我今天就要为民除害。哎，又是一个被黑粉祸害的人啊！造孽！陆兰，我们美食村可都是良民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进来看一看。可以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做坏事的。这是我们村长小王子。你好呀，小粉丝，欢迎来到美食村做客。切，你少在这里假惺惺的。啊，我没有啊，小粉丝，你看，这是我为你们做的粉丝别墅。那又怎么样？虽然我很喜欢，但是你们是收买不了我的。这是果冻，小王子的 CP。小粉丝你好呀。哇塞，这声音好温柔啊。这肯定是你装的吧？啊，我没有啊。果冻可是我们美食村最温柔的人。还有，这是柚子和他的粽子房。哇塞，这个屋子好小清新啊！小粉丝你好呀，欢迎来我家做客。好，那个我考虑一下。为什么我感觉美食村每个人都很好啊？那是因为你被黑粉蒙蔽了。我们美食村可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。原来是这样，团结友爱才是真正的美食村。真爱粉。哇塞，这里就是美食村吗？你好，需要我带你参观一下美食村吗？不需要，美食村的一切我都一清二楚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你说这是谁的房子？憨厚可爱的奶瓶家。这个呢？古灵精怪的橙子家。这个呢？美食村恶霸奶糖家。有点东西，不过东西不多。下面我要增加难度了，听声音猜主播。小伙伴们大家好，今天我和辣条来玩你画我猜了。辣条你来画我来猜。这是汉堡以前的声音。不是吧，这也行？再来。我是一只蚂蚁，在我的家门前有两个所有男孩子的梦想，那就是当当当当奶糖的声音。看来我得用绝招了。那我们就凭实力说话，今天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小房子，先拿点技术方块。这个声音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。嘿嘿，猜不到吧？你是绝对想不到他是谁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奶茶。What? 啊，这你也能猜对？那是，我可是美食村的真爱粉，每天都看你们视频，给你们点赞呢。难怪，小粉丝，谢谢你，有你是我的福气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是属于什么粉呢？